家好，这里是星星在农村。现在为什么过春节越来越没有年味了呢？走，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。知道吃饭了吗？嗯，吃了。啊，你老人家有多大了？今年67了。今年67了，倒是不嫌大，身体也都很好呗。身体也行。啊，咱有几个孩？恁有几个孩子？4个。4个孩子，几个闺女？三闺女，一个小子。哎呦，你可享福了，三个闺女。对。是吧？孩子一个小子。得多年回来一趟。嗯，一年有时一年家里。一年到过年的时候才回来。对。你看现在一见年什么的也都方便了，是吧？啊、嗯，你说咱现在都妈妈也快过年了，现在跟从前也不一样了，年味也没像原来这么浓了，是吧？对，每天浓了，你年不年的无所谓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吧？现在生活都很平态了。你看有过年没啦，说啊炸呀这些事儿，你现在平常有肉了也都不行，对，跟平常生活差不多。对。平常肉越都不行，你咱到年吃的呗。真是，你像现在什么都发达，是不？嗯。你都有车了，说来就来了。是。平时也能打个电话，这个视频的也都能见见面。对。你说原来的孩子为什么叛逆？就是说小的时候。对，那馋啊，他吃好了。平时吃的少，有是不？到年的蔬菜一熟嘛，就熟的有鱼的干子面儿，那就哎，长了白面的还得掺点夹。你跟现在呢？现在的生活条件高了，也都吃的比平时或者都比年吃的好了。这是不假，平常比年好。你像现在，你像过年也觉得跟从前不一样。不一样。是不？这不是现在就是说是咱这就是这嘛就是过年没年味儿了，平时的是不也感觉出来，主要是以什么造成的呀？就是咱现在就是说，像恁老年人都知道开个视频打个电话了是不？嗯，这就是说意思是说是不是科技发达了呀？对，说科技发达了，你什么都是比较方便了、快捷了，所以说嗯吃的也好了，是不是？是。对于这些来说，就是说是对年来说，就是没有那种特别想念年的那种味道了，是吧？嗯。通过刚才和大爷的交谈，我们了解到了现在科技发达了，生活水平提高了，交通方便了，吃的用的都比以前好了，现在通过视频交谈见面的机会也多了，所以说过年没有年味儿了。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